好，请看第十二题。哈索克星星呢，从5月1号到5月5号，总共吃了100根香蕉。那关键字是说，他每天呢都比前一天多吃了6根香蕉。请问你5月5号总共吃了几根香蕉？吃了中间那个我也吃。好，我先讲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。你看这边，他是不是总共有5天？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请问你1+2+3+4+5答案是多少？15。答案是15。但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边，赶快哦！我用讲很快，但是你要问我说为什么哦？因为我在告诉你快速解法哦。1+5是多少？6。2+4也是六。中间那是不是剩一半？对不对？这里是六，这里是6+3，是刚好是15。你看，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1、2、3、4、5的话，中间这样是不是3？3乘以5。然后3乘以5就变15了。有看到吗？好，那我讲重点是一二对，因为1、2、3、4、5这5个里面呢，总共是不是吃了100根？这个几根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乘以问号乘以5以后等于100，所以我在中间对吧？中间这个一定是20，20+3，然后20呢，20往后推，加6变成26，再加6变成32，就这样讲完。对啊，我也写32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往前推，减6多少？减6的话是14嘛？再减6、啊、8，这样我看一下哦，40，对啊，这40根吧，40，对啊，答案应该32才对哦，对啊，可是我写32，那答案改一下，答案应该是 D 才对哦，好不好？他